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啊。今天在《天天节》优成占领的官方公告，这次的新的英灵安逸哦，那、啊、强势的呃，强力的爆发穿刺跟制造真眼地形，这一这一只角色真的蛮特别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天赋的部分哈、哦，它的天赋自带伤害提高八到十五%，那使用伤害绝学前呢，可以获得这个助人的 buff 啊、哦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你使用绝学之后呢？ 在自己自身两个范围内制造真眼的地形哈、哦，持续两个回合。你只要放了任意的绝学，你就可以制造一个真眼地形在旁边了，还蛮不错的。再配合泰斯，哇，真的是太猛了。那助人的 buff 呢，是误攻跟免伤提高十五趴。哈、哦。那免疫固定伤害哦，免疫固定，他已经道这个 buff，我、哦、就免疫固定伤害哦。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主动攻击呢，你就那之前对目标造成一次的固伤哈，是目标最大气体的十趴。 那消失之后呢？可以获得这个温度冷却，持续持续一个回合。那这个就是指不能获得助人的 buff 哈、哦。OK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安逸这个 buff 不、呃，这个天赋还蛮不错的。尤其制造真眼地形，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太太白目了。<laughs> 好，那它的单体技哈，呃，一点五倍的伤害，呃，铸业神剑啊，对战之前可以驱散目标两个有益状态哈。 那对上之后呢，可以恢复自身的五十发气血啊，这是可以单体攻击，攻击完之后又可以恢复气血。好，再來是踏步延展向前穿刺，然后有作呃作用的范围有五个哈、哦，最远可以到达的格子上是第五格，范围五个，因为是第五格的位置哦，那在范围内所有敌人都成零点五倍的伤害，并驱散一个有一状态。那自身范围内少于两呃少于三个敌人，则可以再或者再行动两个。 然后在使用后，这个绝学通过可以切换穿杨连斩哦，攻击那的敌人造成零点六倍的伤害，并发动连击。那对战之前呢，施加风雪时域一,一的状态哦，虽然只有零点六倍，可是这个施加风雪也是蛮蛮过分的哦。那使用完之后，会再切换为踏步延展哈、哦。那风雪的 buff 就是连斩。 追击跟闪避哈是无法发动的哈，好，而且我可以试驾这个十域一哈，也就是减少人家无法，然后再攻击敌人，还蛮不错的。好，在绝學,学这个冶金铸心主动使用的时候呢，对当个友方呃自身施在严凯哈，用目标为自身的额外获得激荡 buff 哈，这三个回合，那激荡 buff 呢是克制攻击加成。 额外提升二十趴克制攻击，那你严凯就是被攻击，对战前恢复自身气血二十八好，哦，这个克制是指是雷属的时候了。OK，好，那回焰剑绝对放完那招电到零点五倍的伤害哈，然后然后施释放完又可以放放完这个招绝学之后又可以怎么样？ 施加针眼地形哈，好，那这个是零点五倍伤害，并施加流血哈，按持续两个回合。那個、目标命中目标大约等于三个就获得助人状态哈，持续回合加二哈。这招蛮搭配针眼地形，就等于两个一个一個,一个流血状态，一个针眼地形燃烧的状态，真的很过分。好，他的神兵绝学哈，哦，直接放上去了。 那、呃、是利剑淬火，处于友方睁眼地形上呢，伤害跟物理免伤提高五到十八。哇，这行动结束恢复最大气血，哦，还可以恢复气血哦。<laughs> 哇，我真的觉得安逸，真的不安逸了哈。他是侠客嘛，对不对？火属性侠客，对火属侠客对火属侠客哎，还蛮不错的哎。下周看他的属性了啦，他属性如果很好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不输。 复苏建平诶，建平应该还是伤害，目前应该还是最高了。但是因为安逸这个的哇，真的是安逸可以有真眼提醒，我觉得就赢很多了诶、欸，真的赢蛮多了。他的神兵又可以恢复气血 <laughs>，但家在真言地形上面啊，而且还有阵法哦，那阵法是雨势跟助助友哈、哦，那他是。 特色是目标不满血的时候呢，对战中自身伤害提高十八，哎、欸，这蛮容易达成的啊，这还蛮容易的。我觉得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安逸这次角色的技能介绍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安逸的技能呢？啊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一起讨论。啊，喜欢的频道就按下右上有个铃铛，加入我的 IGFB 推 g B B D，还有几节课。感謝,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